首先，政府會請大家睇戲，會喺10月1日透過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一半嘅票價，大家喺國慶日只需要俾半價就可以睇戲啦。另外，政府會聯同社會各界推出各式各樣嘅特別優惠，為方便市民出行，所有乘客喺國慶當日免費乘搭電車，用八達通乘搭港鐵大部分路線有75折，而小童亦都可以免費搭九巴同埋龍運巴士、城巴以及新大嶼山巴士嘅指定日間路線。喺9月30日至到10月2日喺呢個期間，所有乘客可以免費乘搭天星小輪來往尖沙咀同埋灣仔中環航線。康文署轄下多項運動康樂設施，所有嘅博物館展覽、香港濕地公園，國慶當日免費開放，讓市民開心消費。我哋會喺10月1日國慶日推出不同優惠同埋獎賞，包括全港多個商場、百貨公司，以及西九文化區、香港海洋公園、昂坪360和山頂纜車等多間機構。當日多達約3000間食肆會提供餐飲優惠，而最少10000個公眾街市和小販攤檔會提供購物75折的優惠。在10月1日至7日期間，本地魚菜直送實體店、網店和手機應用程式購買指定的產品，亦都享75折。